我刚才也在后面搜那个微博，大家看完，大家经常发的，有一句我特别喜欢，是关于咱们电影的感想。他说的是，因为这个整个电影跟门的关系非常的大，然后我忘记了他的 ID， 但是他写的我非常感动。他说的是，我们其实每个人，无论是从任何地方出发，我们都会关上很多扇门，我们都不知道门的另外一边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，可能是开心的事情，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。也希望我们每一次说哎我出发了，然后关闭那扇门的时候，都可以换来一句嗨我回来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很不懂，不是我说的，我说微博上看到的。